10月中旬的 PS 二档会员游戏库出来了，没有一个我想玩的游戏，所以呢，这次也没用麦克风，甚至连三脚架都没用。本来不太想做，但是后来想着别落一集，做了吧。二三档库进了这么几个游戏，第一个《歌坛骑士》有中文字幕，这是第二个，不知道叫啥。第三个不知道叫什么，没有中文。第四个叫《远方》，这个有中文。第五个虽然名字是英文，但是实际上是有中文的，这个封面以前见过，没有中文，只有英文，这个也是英文。感觉这次加入的游戏都是偏恐怖类的，这是中英文，这是纯英文，这是三档会员的，这也是三档的英文，这是魂之利刃吗？三档会员的老游戏英文。铁拳六这个我认识，没有中文，也是三档会员的。这游戏其实是上个月发布的游戏，你们想玩哪个呢？反正我一个都不想玩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即将出库的游戏都在这儿了。